还角力主题，女生先啊，一样，慢慢 OK， 预备啊，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啊，因为你这个是很容易被抓包的，我跟你讲，怕怕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有老头。你的腿没有弄好，你要弄放出来一点，你要弯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刚刚这个算是，人家以为你受伤还是什么，休息一下，喘口气，喘口气啊！预备，从头吗？从头，从头，从头。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，手放松。你平常表现这么优异，没想到做起仰卧起坐这么好笑啊，而且动作似乎有点怪怪的哦。准备，27、1、下，27下，换一位。如果要70下的话，他等于要做几下？你要做43下才有办法70哦。你刚来慢慢，慢慢。你是不常运动？没有，因为最近练舞，然后就腰很酸。哦，腰很酸。对，但是我们的不好。27下，你要做43下，慢慢。不要看别的地方哈，这跟登山在悬崖的地方是一样，不要看下面，你什么都不会害怕的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扶他的时候，你就看上面，想事情啊，希望在学校一些美好的回忆啊，想自己喜欢的事情啊。小心病老哈！预备，啊，自然自然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脚力选手的腰力似乎很棒哦，做起仰卧起坐的速度还真是超快的。不过慢慢好像快撑不住的样子哦，而他们到底能够做几下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哦。Shake it up！扶一下人家女孩啊，总共几下？75下，好厉害！脚力腰部果然用了蛮多力量。慢慢，你刚刚越来越下面，我差点听你妈妈报警了。我跟你讲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？你是刚刚很累对不对？越扶越累，就想要打个盹，躺在一个地方就睡着了。这可不是随便的凉亭啊！好，彤彤，来黑山君来一下。现在是最少要70下，不要垫后了。对，朱姐压力很大。加油！70而已，老能准备了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。咱们彤彤的运动细胞还真是不错哦，做起仰卧起坐的速度已经跟老师们差不多喽。看来这一组要拿优胜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不过这位橄榄球老师，你好像比我们家的彤彤还要逊色一点嘞，要是做的比彤彤还少，脸就丢大喽。72下，靠彤彤多做2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目前的战况，苏玉洁与妹妹70分，李俊豪与彤彤72分，林昭与曼曼75分，而到底张瑞佳与吉林有可能赢过他们吗？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。吉林妹啊，你的速度也挺不赖的哦，不愧是有柔道底子的体育美少女。而你们的搭档张瑞佳也丝毫不逊色哦，不过表情有点吃力嘞，他们到底能够做几下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吧。等于是68下，你太逊了吧！今天最高的是谁？彤彤的38，你38下，那奖品就是你了。来，奖品请上，助教麻烦一下。谢谢那四位同学，谢谢。我今天呢也是带大家看到很多运动不同种类的一些基本动作，还是要选出 MVP 啊，你们三位讨论一下，我们班要选出一位今天表现最好的，以及一位留校查看的，留校查看就是没有表现了。
然后各方面做的不是很顺利。好，今天 MVP 获得的话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品？阿罗有的彩妆。哦，想不想要？想。OK 吗 ？OK 吗？有叫查看的，先宣布啦。最上面那一排，第几位？最后一位。最后一位。微微为什么选呢？感觉都没看到。微微因为表现不亮眼而被留校查看，虽然有点委屈，可是表现亮眼是个艺人随时该做的功课哦。还是要选出 MVP 了。第一排，第一排。慢慢，慢慢。恭喜获得彩妆组。会怎么剪呢？哎，表现很不错，表现不错。嗯，可是他仰卧起坐才做27下耶。啊，你的姿势引人注目啦。好，恭喜曼曼。今天谢谢三位老师啦，以及助教。同学们，我们下课啦。